阿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月女是在利用你，她要抢夺你的肉身，你要被她蛊惑了。是你在利用我。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？对，从来都没有。从一开始我接近你，便只是为了得到百药山海图。阿姐，我早就说过，此人是伪君子，绝不可信。 你宁可相信他，都不相信我。林玉妹妹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何往我酒里下毒？为何要我死？因为他想嫁的人根本就不是我，是柳拂翼。 真的是妖，你们都在骗我。阿姐，牧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在坚持什么？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真心对你，只有我。阿姐，你冷静一点。月女是在利用你，她要抢夺你的肉身，不要被她蛊惑了。是你在利用我。 宿主您好，很抱歉刚刚触发了乱序错误，误将您传送到了结局环节，现在错误已经更正，请您继续上路推进剧情，完成攻略。 由于宿主偏离了剧情主线，行进到世界边境，导致了乱序错误。世界边境，宿主与 NPC 只能在捉妖世界内部进行活动，一旦触碰边界，系统会自动更正错误，修正路线，同时会抹杀掉除宿主外所有 NPC 的边界记忆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子期和牧瑶姐姐不记得自己反复路过熊猫戒备。那剧情已经跑偏了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回到主线上呢？系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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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答我呀！系统，妙妙，你说什么？穆姐姐，穆姐姐，还好你没事。 我没事儿，怎么了？穆姐姐，子期，柳大哥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接下来说的话。穆姐姐，子期他一定不是故意欺骗你的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还有我，我真的是你的好姐妹，我不会害你的。还有柳大哥。 他喜欢的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说什么呢？林小姐，你，我没有瞎说，我看得很清楚。我们大家都是真心对待彼此的，所以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要互相猜疑，分崩离析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怎么了？ 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不会是大白天做噩梦吧？说什么胡言乱语？林小姐一定是太累了。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赶紧找个地方扎营休息吧。